你们这个是有诚意吗？啊，好的，再安可十分钟。我说你们的掌声呢？OK， 好，我们来唱这首《国标舞》《国标舞之歌》，阿美族的。这个如果在现场有那个阿美族的人不害羞的话，结束的话，我会给你们便当钱的，民间的，带动跳嘛，好不好？就在前面这边绕一绕，过年新气象，猴年呢。我只是怕你们爬树而已嘛。好，爱花哦，阿力哥，那先回去了。好，剩下的一些人哦，非常的勇敢，非常的诚恳哈。好 ，OK，OK，OK， amigo， señorita， OK，OK， amigo， 艺术直播的 ，OK， 芝酱好难吃的 ，and solida。OK， 好，我们先听炮声好了，好，谢谢谢谢谢谢铁道烧，谢谢孙金龙，猴年发大财，谢谢谢谢你们的炮声支持铁花村，谢谢支持村长，谢谢铁花村，谢谢，我们是。村长下一任呢、啊？在选举是在五年后。没有，这后面这些是 uncle 的，第二首又是 uncle 的。然后《国标舞之歌》，你们听就知道了是哪一首歌。就祝大家旅途平安快乐，猴年请答应，谢谢，不要猴急啊，不要今天生小孩，其他的我就帮不上忙了。OK， 好，就到这，谢谢谢谢谢谢大家，大家拜拜拜拜。谢谢支持，谢谢支持，谢谢铁道烧，你们是我们永远的邻居哈。邻居就是这么好处了哦，大家生意兴隆。